时阵，伊咱甲咱手遐关静音，也是静默。咱礼拜开始要来进行，正听的姊妹，咱三个人听上帝的话。要趁摇花糖找着的时来找伊，伊衣衫破的时就叫伊。他人就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就改换伊的念头。为恩摇花，伊要怜悯伊；为恩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变成下面。主耶稣讲：，既然求的得到，找的拄到，打门的就该离开。这时阵，咱请起立。咱三个来用主，互咱的主新的概念，咱三个，咱三个来坐啊。有几斤几线建议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是大的，也是超一个。第二个也三千千五个，一定要听主意，就是家己。这两条界是转入我甲神祇的总分头。我用新的概念予你，就是应着三听，亲像我来听你，你也着安尼三听，你若三听。这是我们的学生，这是我们的学生。这是我们游玩站的，我们三个来祈祷。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天，让我们能在你稳定的门，又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圣子，让我们走在有盼望人生的路途。感谢你的引导，让我们走过困境，面对风雨，将阮对黑暗、苦难中、悲伤中行出来，这是将阮的失败建设，阮的软弱、罪恶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，赦免阮、擦消阮隆重的过失，照亮阮的内心，诚侪你合用的器具，听候你的，阮的良心得到开来。现在阮仰望你，透过今仔日的敬拜，亲近你。在你的话语中，对诗歌、对牧师的分享、对弟兄弟生命见证，我们伫遮真正拄着你、找着你，照你的应允，我们得到丰盛。当阮切望你，你的灵就伫遮。这个时阵，对着圣神，运行伫充满伫阮的中间。阮中间有时时的求你安慰，因的家庭需要你的扶持，而且中的求你看顾、保守。在困境中的，我求你赐予平安、快乐。在暑假的内面，伊要结束，阮有出外要就学，阮才会细听。我求你就保守因，引带因，也有工作当中在外的，我求你同款平平引带照顾因，服侍你的无论大小，享受你的平安、快乐，让大家拢有忠心尽职来为你做工。有当洗礼，我只兄弟姊妹，不求你来保守伊的信心良，永驻，互伊坚固伫神的内面。本来这个时阵，将阮的教会长执、牧师、牧者、传道、干事拢放伫上帝你的面前，不求你赐因智慧、能力，尽心完成你的托付。阮这个时阵也将阮的国家前途、蔡总统的执政团队放伫上帝你的面前，互伊行公义、好人义。满有你的功效，我求你将阮的敬拜放伫你的面前，感恩阮，欢喜阮。你的阳光这时阵就要充满伫阮的内面，阮伫遮向你感谢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谢谢。